世上哪个字最能温暖心事，包容我们人性的词。世上哪个人一直守一盏灯，不管黎明黄昏，点亮人生。哪个字是家，哪个人是家人，一直陪着你在世间浮沉。不管去到什么地方，遇到什么困难，永远都有故乡和肩膀。我是你的太阳，你是我的星光，彼此都是彼此的方向，永远不离不弃的伴，一起走过的岁月都可贵，不用万语千言，团结让心感动体会，不怕山高水远，一起走过的岁月，点点滴滴都珍贵，穿着爱的信念，酸苦淬炼，收获甘甜，人生的路很远。真的越看越像巩儿小时候哎，有吗？我看每个婴儿都长得一样啊。哪里一样？每一个都抹胸腰。哪有抹胸腰啊？你是有看过几个小孩啊？蠢国三个小孩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没交往。哎呦，美云的小孩啊，还有我娘家亲戚那边的小孩，每一个都长得抹胸腰。你看哦，他的脸型的大小啦，皮肤的颜色，眼睛的大小。鼻子是高的还是扁的？嘴唇是厚的还是薄的？照照毛孔腰啊，黑嘛！要是我们爸爸常常帮你换尿布的话，就知道哪里毛孔腰呢。讲的好像我都没有在做事一样，我也是有帮忙换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下来喝补汤了，大家也下来吃水果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都这个时间了，尤为还没有回来。他都这么晚回家吗？对啊，阿妹，你都唔知吼，尤伟现在啊，跟以前啊，嚯，完全不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他现在哦，很重视穿衣服跟打扮哎，嚯，整个人哦变帅了，而且还会常常一个人在那边给我傻笑，这一看就知道哦，肯定谈恋爱了啦。可是问他又不讲，我觉得阿妹还是你去问他比较好。好啊，我也很想要问他。哎呦，可是我根本哦就没机会跟他见到面，要不见了面打个招呼，哎呦，根本来不及问。优惠如果真的交女朋友也蛮好的啊，他现在这个年纪应该要成家了。是这样子啦，啊，不过哦，他也应该把对方那个女孩子带回来给我们大家看看。嗯。叶伟的个性哦，这么木讷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问他半天，讲不出一个所以来。而且叶伟哦，很神秘耶，常常找不到人。要找到他哦，问他也不容易耶。哎，啊，他是不是在那个什么连先生那边工作？对啊。咦，对哦，啊，他自己不肯讲，我们自己去看就好啦。对呀。工地下班之后哦，我就偷偷的跟去看就知道了。看是哪种类型的女孩子哦，我就跟优惠讲用哪种方法。讲的好像你很会追女生一样哦。干嘛这样啦？好，出来。三阿呀，安怎啦？啊，你是嫌工地工课无够一就对啊？够有闲来这做零零七？嗯，家己的小弟唔关心，啥物关心啊？啊，你们听过有一句话讲哦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啦，时机来到吼，人就会船到给恁看啦。啊，问题就是甲问几波，伊拢歹讲啊。啊，万一若交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人，还是安怎？啊，无要紧啦，袂耽误着时间啦。咱安尼远远看哦，就知影什么款的人。来了。吼，
昨天你也看，佫会把我说倒跳南无啊，早就去约会嘛。不哭，不要哭，我马上帮你换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帮他换尿布啊。哎呦，我才刚帮他换过，他现在是要喝奶奶啦。好了。我不会，来。哎，是你啊，妈妈来喽，我们喝奶奶好不好？好啊。哎呀，哎呦，来喝奶奶啊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有没有赶你出去？我没有吵架。没啦，难道你讲哦？我今天晚上哦，就拼着不睡觉哦，我也要等叶伟回来，一定要问清楚才行。哦，你现在才知道跟人不好跟了哈。哎呦，我就是想搞清楚嘛，然后给阿梅一个交代啊。一手吵架了，去我房间睡啊！啊，对，你今天那个啊，你先讲。尼哥，我今天看到一台小货车，应该是你吧？干嘛跟踪我啊？你还敢讲？我问你说你是不是交女朋友，你打死不承认，我只好跟去看啊。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啦？就说了时间一到，我自然会带回来让你们看嘛。你讲的哦，看样子你对这个女孩子蛮认真的嘛，处处维护她。哎，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孩子，你不能告诉我。我是怕把人家逼急了，会吓到人家。很会替人家想嘛，哦，我们又不是什么豺狼虎豹会吃了她，怕什么？还是啊，丑媳妇怕见公婆啊？哪会啊，他很可爱好不好？哎呦，咪果，我拜托你不要闹我了啦，我会跟他讲到家里来坐坐，让大家认识认识，但是他会不会来我也不能逼他啊。你那个谁哟爱带你啊。怎么请都请不动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趁他还没有出门约会的时候把他抓过来。一果，你不要再亏我了。永文啊，大家是关心你，你跟那个女孩子谈得怎么样啊？我是想说啊，不用急于一时啦，反正他现在在忙考试，比较没空了。他还在读书哦。嗯，他白天哦也在工作，所以时间比较有限。我啊，也是利用接送他上下班、上下课的时间，才跟他碰面的。哦，你这种温馨接送型的行为哦，就叫做约会。哎呀，悠雅，你这是好事嘛？怎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啊？我是想说。就等稳定一点再跟你们说嘛。好啦，啊，你跟那个女生是怎么认识的？
她叫许玉玲，是工地一个同事的女儿。介绍人就是玉玲的妈妈。见面过后，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很不错，所以才开始很积极的追她啦，去接她上下班啊，然后送她去夜校，然后等她下课的时候再把她送回家，就这样。难怪啊，每天都这么晚才回来。哎，你这样子也超美啊，超累不累？哎，还有拱哎。我是觉得玉玲这个女孩子哦，很单纯也很善良，虽然有时候有一点点娇娇女的脾气，但是她很孝顺，也很上进。总之。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。好啦，开心就好啦。阿四说，你讲这么多，阿梅也是拼凑不起来，一定要看过他本人，跟他讲过话，才会比较清楚说这个女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呐。艾迪啦，阿梅，过一阵子再说嘛。好啦好啦，吃饭吃饭。大家都只是关心你们两个啦，最重要的进展哦，还是让你们自己努力哦。真是好神秘哦，哇，果然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安威尔，你就饶过我啦。好啦好啦，公呀，不要再闹他了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吃饭吃饭。亲爱的老。留这等，好啊。嗯，好。那我下你家。好。再见啊，再见啊。阿妈，阿妈，你要走啊？系啊，阿伯来等啊。歹势啦，啊我今仔日哦工程都较无用，所以可能无倒去接玉玲来。唔要紧啦，啊我等下再甲讲一下啦。安尼就好啊，因为我拄则哦敲电话去因公司。阿爷董事讲哦，已经离开啊，我是惊哦，伊家己伫遐苦苦等。你放心啦，啊，进前你还袂交往的时阵吼，伊哦都家己坐公车去学校啊啦。好啦，啊，我先来等啊哈，啊，再见哈。谢你哦。德耀这阵子不是晚来，就是根本忙到忘记要来接我。他对我真的是越来越不在乎。我哪有误会啊？反正你这阵子就这样子啊。就让我在路边这样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，根本不知道在等什么，就放我在路边吹风啊，像傻瓜一样被别人看笑话。好啦，对不起啦，可是最近工程就比较忙，所以没有办法准时离开啊。可是我有打电话到你们的公司，也有托你妈妈跟你讲，说我啊，好啊，你不要说我不想听啊，反正你就根本不在乎我啊，在乎的只有你的工作而已。玉玲。我当然在乎你啊，可是打拼事业现在对我来讲也很重要嘛。像今天这个工地如果结束了，明天户外还有个高低压的工作等着我去看，而且我还要跑好几个地方哎。你对啦对啦，就你工作重要，我不重要啊。好啦，玉玲，你以前不是都会体谅我的吗？好，等我这阵子如果忙完的话，我带你去好好玩一玩，顺便来我家坐坐，好不好？你最近表现这么差，我都没有说我要原谅你，还敢说要去你家？好了，迟到是我不对吗？但是来我家这件事情，我家人也提很多遍了，你都不考虑一下吗？这两码子事，不要拿这个来逼我。而且按照你最近的表现，我觉得我应该好好观察，说不定。这是让我们两个人重新好好思考的一个机会。玉玲啊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这样子啊，
如果你忙的话，你就不用来接我，我自己会去学校。玉玲，你听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说了啦，我累了，我要休息。晚安。玉玲啊，我会替多少讲一句公道话啦，人伊无对你唔好啦，只是最近工课较无闲，伊有交代我爱甲你讲一声，要唔过我去教会的时阵，你都已经走去啊。就算再忙，他还是可以让我感受到他心里有我啊。你敢不知影伊最近已经几落摆啊，唔是迟到就是无来啊，你甲伊真差侪。德耀的工课吼，若无用起来，真正是安尼无名无利啦。伊吼，阁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所以讲吼，你唔通为着一寡小可代志吼，家己轻分啦。一个查甫人吼，若真正为着查甫人，安尼放的工课不爱做，这才是大问题哦。妈，德耀吼，做代志认真负责任啦，啊，对你嘛是安尼尽心尽意，这我拢看在眼内呢。这么好的查甫人吼，你都要好好啊把握啦。不是德耀变啦，是因为这个社会哦，现实生活无法度，所以讲你都要搁较体谅的，搁较包容伊啊。有三空啦，啊，这遐是废水池嘛？废水池遐只空有两个，有两条线，你条线啊砍过来，哦，啊所有条就好啊。好悠呀，他们说你是被沼气炸伤的，是吗？我滑下去一个涵洞，还没搞清楚发生什么事，就有叫爆炸了。平常就一直跟你强调，在工地工作不管做什么，安全第一最重要啊，怎么还是这么不小心？是啊，是我太大意了。医生刚跟你们说什么？我这个伤有可能会复原吧？没有啦，刚医生没有说什么了，他只说要再观察，要你好好休息。对啊，现在最重要的这就是听医生的指示。好好调养，好好换药，其他不要想那么多了。嗯，你看，祖国，当年从电线杆摔下来，腿摔断了，大家也都很担心啊。后来也都复原没事啦。那像我，我也出过车祸，摔伤过啊，现在也不是好好的，对吧？嗯，是啊。既然事情遇到了，我们就只能去面对。真是没想到，我们三兄弟的命运还真像呢，吼。对啊，尤爱，所以你会跟我们一样，很快就好起来的。嗯。爱国，爱国，我受伤了，谁要跟玉婷讲啊？啊？这样子好吗？
也没有办法去勉强人家也要接受我啊。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啦，以后会怎么样还不知道嘞。对呀，你现在心情不好，你想的事情都太负面了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你在医院好好休息，好好调养。听主播的话，好好休息哈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什么啊？这个啊，就代表我的心啊。快写 yes 啊！写 yes？ 为什么要写 yes？ 你就写嘛。玉玲，你不是他，快写 yes 啊！你不要过来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救命！啊！玉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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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啊！玉玲，玉玲，悠悠，你醒醒啊！悠悠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做噩梦啊？是。玉玲没有来啊？没有哎，你不是交代不要跟他讲？怎么你梦到他？悠悠这时候很需要家人的关心跟支持，应该跟春雷说。让阿爸每一次都让他们来看他。自从那一次电话争执之后，德耀竟然人不来也不交代了，连晚上的电话也不打了。他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的是因为我说要观察冷静就这样消失了？什么嘛，还说关心我在意我，一点点小小波折他就这样放弃了。老师有代志啊，就把课调开啊，今日免去学校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妈，啊你写创啥？电话无拍啊？是吼，啊我是想讲，啊即阵啊奈拢无听迄德耀敲电话来安尼。我看伊哦，根本就是无想要敲。你还说他是什么好男人？结果今麦规失踪，一点仔消息都拢无。奇怪，啊伊无参像安尼的人啊。进前吼，工作搁较无闲，伊咪敲一通电话来。啊，那是咧安怎？竟然做到这尼啊绝。还是伊意思是讲，要我先打电话给他。敢会有啥物问题哈？妈，啊，你伫工地，敢讲拢无看到德耀？无啊，啊，阮咧工课结束了，阮个人做个人的啊。你哦，爱面子啦，要无哦，我敲电话给伊啦。哎，你莫讲是我要找伊哦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Thank you.
喂，喂，请问林德耀先生不在我底下不哈？阿耶喂哦，他现在受伤住院呢，请问你哪里找啊？你都在讲啥？受伤大医。你吗？玉莲，你怎么知道我在住院了？你这么多天没有消息，我当然会问一下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就不小心的，对不起，都没有去接你。接不接我根本就不重要，你找这干嘛？怎么这么气人啊？你怎么都不跟我讲？你再多骂我几句啊！觉得还蛮窝心的。都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？妈，我都感受得到啊。啊？你刚刚不讲，你刚刚不让我来照顾你。是怕你担心啊，其实我也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这样讲就是不相信我。我没有不相信，我自己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了。不要想太多，我现在就只是痛而已。真的很痛啊！我来之前，我问我朋友，我朋友说受烫伤，朋友真的很痛。我要的时候就很像是把自己的皮给扒下来一样。你知道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你都一直在怀疑。我听到你喊得这么大声，我觉得我的心都淌血了啦。是啊，真的好痛啊！所以啊，你要多给我秀秀啊。烦呢。其实啊，一听我吵架，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没有这么痛了。玉玲，你有。要相信我对你的真心，我相信。是吧？我也第一次看到，看起来感情很好的样子。哎，叶哥，哎，还有我，不错。
那你怎么样了？回事啊，你是谁啊？我皮肤伤了。你叫我怎么不担心啊？啊，他都伤成这样子了。阿梅啊，目前就是要好好调养，增加身体的复原能力。就是玉玲，玉玲，这是我大哥、二哥，这是大嫂。真是没想到啊，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。缘分到了哈，要闪都闪不掉了。我们家是个大家族，大家在一起哦，就是这么热闹。你心情放轻松一点哦。因为哦，也会好的快一点。小弟，我上点了哦。哦。哦。好。好啦，安尼差不多啊，休息好来等啊。好。哎，三啊。嗯。啊，因为有较好无？有啊，提好真多啊！重点是哦，甲因女朋友感情偌好咧，这比哦食医生开的药更加有效。哦，爱情的力量，这是真香的啦！爱情的力量，你嘛我加唱两句啊！哦，常常咧想讲哦，咱合作较久啊，默契也真好，感情也真好。嘿，啊奇怪，你看连一个草帽本都无。嘿哦，赚无钱无重要，重点是哦，这味的袂减少。这味的咧，操！叫你改，你搁唔改咧？哦，搁苦苦食咧。哎呦，我本来想要讲哦，对你者虽然无赚到真侪钱，不过嘛是感觉真欢喜啊。结果你说我爱分唱片，我紧我搁有，拢摕来。啊，我是为你好咧，我无摕你想，啥物摕你想？我问你，嗯，啊，你安尼对我做这道的，你后悔袂啊？袂啊，我感觉对你，我学着真侪物件。迄是讲吼，我家己想过片段，无啥物野心。啊，若无吼，我感觉以我即摆本事，应该是有才调家己出来开一间做头家。哦，安尼哦。嗯。哦，你开看卖。哎呦，无啦，我讲算笑的啦，啊，我唔甘离开你，你是咧？你莫来这套。真用的啊！恁家嘛看会出来哦，咱做这道的真歹选择。接小案赚无钱，啊做大案搁公家机关的，因咧做代志哦，拢袂晓变起。若无合因的标准哦，就叫咱定做，咱去定定嘛咧了钱。当时啊，我真正考虑讲，考虑啥？无想要做。啊，上腰的即个受伤，我真正感觉讲。风险拢咱咧担的，利润拢顶手赚，真正做怪切心。护士小姐来帮我换药的时候，我又拿镜子照了一下脸，脸上红肿的部分一点也没有进展。你是担心你的脸上还留着疤，不知道玉玲能不能接受，是吗？是啊。你不用担心，我看玉玲天天都来看你，
你们两个人感情挺好的，这一点考验不至于会过不去，哈。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，就看看他们俩的决心到底够不够坚强。整天啊，本该所以就出来走走。阿玉林这两天都没有过来吗？他总是要上班的，总不能每天都请假。可是中午休息的时间，他也是可以来啊。又没有交通工具，中午过来这一趟他都不用休息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会这样讲话？他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，我是不应该这样要求他。要是他为了找一个借口想要远离我的话，那也没关系。我总不能永远一直绑着他吧？万一他如果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对象，我应该是要祝福他才对。我这个傻儿子啊，你在想什么啊？阿玉林不过是两天没有来，你就想到天边去了。是啊，是我多想了，就给自己先打一个预防针嘛，不然万事。有一天突然怎么样了，我怕我一下子也会受不了啊。没，你进去了，在里面坐很久了。看来月薇对玉林真的用情很深。这一次万一真的分开了，很怕他会好一阵子走不出来呢。德耀，玉林，你怎么来了？都在啊，不好意思打扰。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不会打扰，反而有人一直盼着你来呢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这几天都在心里面偷偷骂我啊？想说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出现？哪有啊，我哪敢啊？那是因为我最近在赶毕业考，我之前有在想说要不要跟你讲，但我怕你知道就赶我回去复习。那我就想说，干脆考完了之后再来，这样就没有负担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结果有人啊，这几天心情差的嘞，东想西想，以为被抛弃了。
一个，哪那么夸张啊？奇怪呢，我又没有说是你。现在证明哦，你真的想多了。我现在知道，这铁药啊，真的是比我们任何一个还有医生开的药来得更有效。总之，你们大家的心意跟关心我都收到了。尼狗，不要再亏我了啦。啊，对啊，尤雅，我们就不亏你了。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啊。我搭你的车，我回去煮饭。尤雅，阿梅哈，就搭你纯哥的便车，我就先回去啦。啊，就不留下了。你们多留一会啊？不留了啦，时间就留给你们小两口好好说说话哈。明天再看你。生意哦。玉玲，今天我就要拆纱布了。但医生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保证过什么。万一我的脸上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疤，你看到了不要吓到。我为什么要吓到？我是说，我的脸如果再也没有办法恢复的话，你还会接受吗？这样子啊，我就要考虑考虑喽。玉玲，对于我脸上恢复的状况，我其实不是很有把握，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想，是不是不要继续再耽误你了。你在说什么啊你？德耀，我在意的是你，你这一个人，不是你的脸啊。那如果我变成钟楼怪人的话，你还会要我？不会，你怎么可能变成钟楼怪人啊？啊，就算你真的变成了，我也跟定你了。只是我都会怀疑我自己，我害怕我的脸又会……好了，好好好，不要怕，不要怀疑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最帅。那如果我破相了，找工作也有限制，而且可能需要靠我两个哥哥来帮我接工作，那这样的我，你还能接受？我知道你工作的能力还有你的态度，我相信那些跟你合作过的老板，他们一定也知道啊。再说，你的工作又不是靠脸。是靠你的实力，还要靠你的态度啊！所以我相信，只要你好好休息，赶快好起来，这些都会好。玉玲，谢谢你，有你这些话，比我擦任何的药、吃任何的药都还有用。以后，我们就一起努力。还没走啊！今天是重要日子啊，我们大家一定要陪在你身边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走？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。玉玲啦，
说啊，我们看到啊，你对雨儿这么用心，不离不弃，这些我们全都看在眼里啦。哇，今天那么多人啊！哎，对对，来拆纱布。哎，那我们需要回避吗？哦，不用，拆纱布很快。恭喜你明天可以住院了。哇，谢谢医生。让我看，让我看。哇，我们叶还是个帅哥嘛，真好。来来，阿美看看来。看起来啊，这场意外不但没有拆散你们，反而让你们的感情更坚定了。嗯，就是啊，哦，两个你看越看越登对，叶伟，加油哦。希望赶快可以听到你好消息哈，玉玲啊，你应该有发现我们这个小叔顾家又体贴，你要好好把握。嗯，我知道。嫁给我好不好？是不是龚伟做回收之后，你们的手头更紧啊？龚伟也很努力啊，我们应该要多给他一点时间。不是做人家太太的，我会全力支持他。更懂得珍惜简单的道理，却常忘记幸福同分析。因为有个小小